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哈，这个是109学年度学测国文科与数学科积分的人数百分比分布图。那他问说，成绩哈位于第什么呢？第75百分位数的考生积分哈，称为前标了。试问哪一科前标比较高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哈，从这边算过来的话，第25个百分点。第25个分点，这是 3.26， 这是 8.43， 加起来大概是 11点多，加14，那11点多加14就超过 25% 了嘛，所以在这里，所以呢，它第25个百分点的话，第25个百分位数在这里，所以它是13几分呢。好，那这里的话哈，我们从这里算过来的话，25%就11.22嘛，8.78，这20%啊，所以在这里啊，这20%嘛，那过来的话，这个25%的话在这里面，所以呢，它 P75的话也是什么，也是13，所以两个一样高了，也就前标的话两颗它是一样高的。